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。最近我们有观察到，路上有些卖水果或是吃的，不管在哪里卖，都是来自一样的地方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就像凤梨都是关庙的，芭乐都是燕巢的。接下来我们整理了几种食物会直接联想到的地方，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Go！ 像是豆干都是大溪的，米粉都是新竹的，草莓都是大湖的啦，芋头都是大甲的，骂完都是彰化的，鸡肉饭都是嘉义的，芒果都是预警的啦，发大财都是高雄的，发大财又不是，就是了。死大头，你准备被急了。黑尾鱼都是东港的，自家都是台东的，马吉都是花莲的，葱都是三星的，没有了吧？想不出来了吧？啊，薪水都是老婆的。你是不是后悔拍这个影片了？以上就是我们整理出各地会联想到的特产，你有其他地方的特产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话，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留言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拜拜。